Yo， 大家好，我是 Conway 的 Kenny， 他是 Jimmy。Jimmy， 我哋今日约咗一个香港羽毛球代表队的成员同佢切磋球技，顺便窥探佢的私生活，系咪到咗啊？邀请一讲曹操，曹操就到。Alex 呢？今日就挑战你，嚟啊！我哋会赢好多 ，Let's go。今日呢个 editorial 系有 feel， 仲喺黄宇拍，希望可以拍到一个阴沉感，有一种抑郁嘅感觉。No bullshit，let's go 啊！喂，咁耐唔见你搞乜嘢咧？一直出去比赛，出去比赛。系啊，最近个站去咗边啊？最近就澳洲咯。而家攞到几多分先咁？好难定义喎，你去到下年五月噶计到。哦，计到下年五月。系啊，所以中间。所以而家一直就係咁出去比賽，一直打好啲每一個站咯。希望冇記錯，你係2019年打到去呢個世界排名14。係啊，有冇錯啊？12啊，12。係啊，咩感覺？有冇飄啊？冇飄，我冇飄嘅。其實冇乜感覺，冇乜感覺，因為呢個係數字嚟嘅啫。咁你追唔追數字啊？我其實唔追數字。OK， 我哋都係跑數嘅啫，其實講真。跑數的意思就是我們拿好一些成績去跑數。OK， 那跑到數自然你的收入你的人工不高。OK， 其實都是一樣的，你的朋友。你對鞋是什麼來的？聽說未出的。YYYONIX 的一對用環保材料去做就出噶啦，就出噶啦。即系羽毛球鞋，你有冇收藏啊？即系羽毛球鞋就冇啦， okay. 羽毛球板就有咯。即系喺我面前呢两块板就系、是 okay. 一块系 Set Force One 第一代嚟嘅，系咯，第一代嚟嘅。都真系中意打嘅呢块，我以前都打过，所以收藏觉得呢块又比较经典啦。而家冇出。OK。咁仲有一块就系 AT 900 Power。因為有一個點解叫 power 咧，都係for一啲進攻嘅人去打啦。打波啲人一定會知道呢兩塊板係咩料。一開始轉做咁，一定係由讀書放棄讀書而去打波啦。咁你介唔介意人哋話你讀唔成書？我覺得可能喺我16歲或者17歲經歷嘅嘢，未必係一啲16正常嘅學生16、17歲經歷嘅嘢，可能完全唔同咯。比賽啊咁樣，真係去打一個職業嘅運動員嘅生活啊，係點樣已經接觸咗好多嘢啦，係啊。我覺得喺羽毛球方面自己係叻嘅，因為我哋每一日做嘅嘢係可以講話一模一樣。8點鐘起身食早餐，9點練波，練到12點食個 lunch， 3點半再練，跟住練到6點零鐘7點咁樣。冇啦，食晚飯就係咁啦。即係你當話有冇消遣，有冇有，一定有。星期六咯，翻工都可以放紅一。我哋冇紅一嘅。Okay. 有初一、初二，同埋聖誕假。即係我唔係喺度呻話，哎呀，紅一點解唔放啊？冇問題嘅，可以放噶。但係我哋唔會放咯， okay. 因為呢啲係我哋份工咯，唔係工啊，追求嘅嘢。要求的東西最 17年可能是即是紐西蘭，紐西蘭第一個冠軍，第一個冠軍，第一個冠軍，人生第一個冠軍，人生第一個國際賽冠軍，國際賽冠軍。打完因為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去，不是兩個人去，全香港只有兩個人去，是另外一個隊友呢早輸了回了香港了，只有我自己一個而已在那裡，接著贏了之後就整個人是哇！放鬆曬就喺房度攤咯，直接，跟住電話一直喺度震，我好記得嘅，電話一直震，跟住就，唉，同自己講唔好理咯，記住只係 enjoy 今晚嘅啫，聽日新日又開始啦，過咗去就唔好再諗啦。嗰一下係特別啲嘅，但係之後就開始叫自己要。當呢啲嘢係平常事，唔好睇得太重，贏波唔好睇得太重，贏輸都係。
最命災冇噶，咪有陣時練波同教練一齊，同教練鬧交，或者突然咁正常嘅鬧交正常啊，連球場我都唔想攞，所以最命災我就會揾方法就係直接同教練請假，冇諗過放棄，想休息一陣啫，休息一排。我個人真係冇話想放棄話咩，因為覺得我係做咩？即係我永遠記住，我放棄咗，乜都冇，乜都唔係。而家冇得再講興趣同工作，我已經冇得唔可以再擺落興趣度啦。興趣只可以講開心啫。你係尋找開心。你唔使負責任。係。但係而家呢份工作我要負責任，因為羽毛球先會有我，所以我都要講貢獻啫，一樣呢啲嘢。所以呢樣嘢係工作嚟嘅，真係。咁香港隊對於嚟講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含義？因為以我所知，有啲運動員其實佢係會放棄咗自己嘅身份，就去咗其他地方就會。咁我都係香港出世，咁代表香港都好正常啫。咁我完全冇諗過話去第二度打或者點樣。咁話曬呢度都係自己舒服嘅地方，咁梗係打啦喺度。細個有冇住過荃灣？好似冇喎，但我住青衣咯，好近啫。荃灣住我屋企啊，佢哋係啊，即係你兩個都好好朋友嘅。係啊，佢以前細個一齊打波，一齊打波，係啊，係咪你？細個都有嚟過玩下咯，同你啊。做咩多？篤波，篤波跟住篤完波雞煲，篤完波雞煲打波，即係有沙糯味。係啦，使唔使篤板波啊，兄弟？冇啊，國會啊。國會已經唔喺度啦，你知唔知啊？咩啊？以前都唔係國會，國會黃雀會咯，呢度國黃雀會，黃雀會好啲。哇！咁啊，自從上次奧運之後，好多人就關注咗香港體育啦。你自己點睇香港體育發展？我覺得而家係進入緊一個良好嘅階段咯。多咗人支持，咁大家關注度都大好多。但係嗰啲支持係咪好表面咧？表面其實都係嘅，我都覺得係有，即係都有不足嘅地方咯。其實真係，因為好多都係，講支持有成績嗰陣時候就會講。咁當我哋如果真係失敗嗰陣時候，有冇人知道？即係人哋永遠都係睇好我好方面咯。其實呢個 good point 喎，即係當你攞到獎先支持，當我冇名次，係啦，即係我就覺得呢樣嘢係比較有唔同其他國家咯，即係啲人係會哇一直支持你，一直支持氣氛，一直支持你啲嘢，哇令到嗰個運動成個運動國家運動係會氣氛啊，啲球員嘅動力啊，都爭好遠嘅。如果大家真係想為件事好或者咩嘅，係多啲支持嘅，真係。多啲支持，多啲支持就夠。而且要包容。係啊，包容。因為頭先聽你講，就應該你似係想講話香港人其實係唔接受失敗，只接受你嘅成功。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有緣。同埋啲競技運動唔係贏啊輸啊。冇打和呢樣嘢。咁你覺得你身邊啲朋友，你唔理解你做運動員呢個身份？多唔多人支持我？全部人都支持嘅，講真。有冇人唔理解你？佢哋係體諒，唔係理解。佢要體諒我去做呢樣嘢咯。即係練波嗰陣時啲嘢唔一樣，有好多煩惱、孤獨、國界有時，因為覺得有啲嘢未必有人幫到你。有一排只得我一個人去比賽嘅，自己一個去安排曬全部嘅嘢，機票啦、酒店啦、去到嗰度嘅車啦，任何嘢全部都係自己安排。打完個比賽之後，其實自己喺度諗，點解好似咩人都冇，一個人去，哇！有咩？點解會咁樣嘅？今年2023年你打咗幾耐波？10年全職。即係轉為一個職業運動員係10年，啱啱好10年，2013年轉嘅。
有咩感覺？感覺就係冇，冇乜感覺，冇感覺。因為我覺得我決定咗揀呢條路就冇啊，冇得冇得冇得走啊！你係咁噶啦，都係十年前以前喺中學睇唔起我人。嗰陣時候我校咪最多話你唔讀書，我係啊，即係好直接講係啊，我唔讀書啦。咁即係問我喂，你得唔得㗎咁樣嗰啲，我心裏邊我覺得你睇唔起我，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覺得我會心裏邊覺得你唔好有一日俾我真係做到咯。可能可以講話我自我中心太高啦，即係個自我中心我就係做我自己㗎啦。我覺得不可以被人去做一個標籤，因為你被人標籤了一件事的話，你就會慢慢覺得這個定義已經擺在自己的心裡面，你被自己已經框住了自己了。中三你平時即是人們就會說在學校跟同學玩啊 OK 嘛，這些我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什麼大學啊喝住喝啊！呢啲我完全冇接觸過，睇到哇，點解人哋可以玩得咁開心，玩到咁癲嘅？其實有陣時係哇，好想翻去讀翻書咯。我忽略咗呢啲咯，我唔會覺得唔值得。暫時嚟講，因為我覺得一個運動員嘅生涯係有限嘅。這個運動員生涯攞到嘅嘢，攞到嘅尊重，攞到嘅虛榮感，攞到嘅失敗、挫折。是有機會我這一世人都未必拿到的，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很值得去用這麼多年的時間花在羽毛球身上，還有可能過了15年至20年之後，我的時間都是花在羽毛球身上，我是因為羽毛球所以才有我現在的我。我對自己這10年我不會作出任何的總結，是因為我都未完。